了庆祝羚羊配夺冠，北市动物园推出优惠庆祝，只要和羚羊合照就能获得精美小礼。今天副总统萧美琴出席活动，地点刚好办在动物园内，萧美琴还特别绕过去参观。在园方的邀约下，萧美琴也和后方羚羊合照。你可以跟羚羊一起合一张照，这样转身就可以。嗯，像他们都。他们都是怎么来的？跟其他动物园合作来的？啊，没有的。最早可能都是动物园，世界动物跟水族馆协会里面是只有台湾。看完羚羊，萧美琴还去看石虎及水獭，大战水獭超级可爱。元芳跟在一旁仔细讲解。最后，萧美琴还去参观了穿山甲。萧美琴是出名的猫派人士，但各种小动物也让萧美琴看得相当入迷。